我叫 Claudia， 我是一个侍奉了 SK 七年的 leader。当初真的要抽身去侍奉的时候，他们是哭着的，不想让妈咪走啊。跟住到后期呢，妹妹是会写封信给我，跟我说妈咪你去小组啦，或者你去侍奉啦，我们会乖的。到他现在阿妈去啦，不用挂着我们的啦，你去啦，这样。原来投入 SK 呢，即是你是 investment for next generation， 即是投资在我们小朋友的身上呢，是很大回报。我在 SK 里面看到啲小朋友，由他们初初几岁开始参加，他们真的好像海绵一样，你教他们什么呢，他们都会哇一言接受，很开心。譬如你告诉他们天父爱你，他们是很感受到的。在疫情之下，其实很多教会都取消了一个暑期圣经班，但很感恩我们一班 Shadow Back 的 Volunteers， 即是他们愿意去付出自己仅有的时间。我知道其实很多 Volunteers 他们专登请假过来去 serve 的，他们都很用心令到这件事情很圆满。这三天所有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，即是他们是很投入。譬如我们唱歌，他们会一起做动作，我们玩今年是 Olympic Games， 他们又很投入。我经常觉得我们可能很赶时间，那些东西会很 packed， 准备得不好，但是我们一班人一起的时候，原来他那个效果是这么大。还有真的那80个小朋友，我相信他们下年一定会继续参加。